一下，我好像忘带钱了。毛毛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说好一起买可乐，那你现在不带钱，我和肉肉也不够买一瓶可乐的呀。哎，你们看，假一赔百。那你在干啥？过去看呀、啊。走走。行了，你们随便选啊，选上来的话就得结账啊。好的，老板。哎，肉肉，你干嘛？还没给钱呢。想不想免费喝可乐？想喝就闭嘴。老板，你这假一赔百是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开超市这么多年，当然有底气说这样的话了。你这可乐确定有500毫升？肯定没有错啊，要是有错的话，我送你100瓶啊。好。就没有到，这不可能啊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哼，大东老板，你这次啊赔大了。你干嘛呀？拿可乐呗。走。真是高手。大东老板，这实在太多了，拿不下了，我们先去喝，喝完再来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赔大了，赔大了呀！肉肉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一分钱没花，我们喝了这么多可乐。一般一般啦，主要是大东老板太傻了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